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HSK 二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35题，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我们家有3个人。我们家有3个人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姐姐最爱吃面条。姐姐最爱吃面条。二，爸爸在房间里看电视。爸爸在房间里看电视。三，300块钱，对吧？给您。300块钱，对吧？给您。四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五，你好，我姓高。你好，我姓高。六，他每天早上都去跑步。他每天早上都去跑步。七，鸡蛋很便宜，我就多买了些。鸡蛋很便宜，我就多买了些。八，小狗，我们去那边玩吧。小狗，我们去那边玩吧。九，这块手表是我妻子送的。这块手表是我妻子送的。十，别笑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别笑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第二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
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五题。十一，我丈夫新买的红茶，你喝喝看。谢谢。十一，我丈夫新买的红茶，你喝喝看。谢谢。十二，老师，这个题为什么不对？这里是两千，你少写了个零。十二，老师，这个题为什么不对？这里是两千，你少写了个零。十三，你去卖报纸？对，这些都是去年的，不要了。十三，你去卖报纸？对，这些都是去年的，不要了。十四，真热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好，我也累了。十四，真热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好，我也累了。十五，喂，十点了，你还来吗？对不起，上午太忙了，我下午再去吧。十五，喂，十点了，你还来吗？对不起，上午太忙了，我下午再去吧。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。十六，前面还有多少人？七个，现在到十号了。十六，前面还有多少人？七个，现在到十号了。十七，这个西瓜虽然贵，但是很好吃。是，你再吃块吧。十七，这个西瓜虽然贵，但是很好吃。是，你再吃块吧。十八，姐，小猫怎么了？它可能看见好玩的了。十八，姐，小猫怎么了？它可能看见好玩的了。十九，可以了吗？再往左边点儿。好，笑一笑。十九，可以了吗？再往左边点儿。好，笑一笑。
二十。你有王小姐的电话吗？我手机上有，我找找。二十。你有王小姐的电话吗？我手机上有，我找找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你明天有考试？对，十点开始，考一个小时。考试几点开始？二十一，你明天有考试？对，十点开始，考一个小时。考试几点开始？二十二，请问这里有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吗？有，408路和399路都能到。男的想去哪儿？二十二，请问这里有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吗？有，408路和399路都能到。男的想去哪儿？二十三，今天你们踢得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我进了两个球，小白也进了一个。他们在说什么？二十三，今天你们踢得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我进了两个球，小白也进了一个。他们在说什么？二十四，我去叫儿子起床。今天星期日，晚点儿再叫他吧。男的想让儿子做什么？二十四，我去叫儿子起床。今天星期日，晚点儿再叫他吧。男的想让儿子做什么？二十五，我妈做的菜好吃吗？非常好吃，比外面饭馆做的还好。男的觉得菜做的怎么样？二十五，我妈做的菜好吃吗？非常好吃，比外面饭馆做的还好。男的觉得菜做得怎么样？
26。门票买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小晴呢？她去买水了，很快就回来。小晴去买什么了？26。门票买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小晴呢？她去买水了，很快就回来。小晴去买什么了？27。你去中国旅游？不是，去看朋友。他在北京学习汉语。男的去中国看谁？27。你去中国旅游？不是，去看朋友。他在北京学习汉语。男的去中国看谁？28。你给小李打电话了吗？打过了，他说家里有事，不来了。小李为什么不来了？28。你给小李打电话了吗？打过了，他说家里有事，不来了。小李为什么不来了？29。怎么这么高兴？找到工作了？对，下星期就上班。男的什么时候上班？29。怎么这么高兴？找到工作了？对，下星期就上班。男的什么时候上班？30。你每天都走路上学？是，因为我家离学校很近，走15分钟就能到。女的怎么去学校？30。你每天都走路上学？是，因为我家离学校很近，走15分钟就能到。女的怎么去学校？第四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。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医生说没事了。那你吃完药
早点睡吧。好的，谢谢你来看我。男的让女的怎么做？31。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医生说没事了。那你吃完药，早点睡吧。好的，谢谢你来看我。男的让女的怎么做？32。喂，北京下大雪了？对，还在下呢，飞机都不能飞了。你还在机场里？是，大家都在这儿等着呢。北京现在天气怎么样？32。喂，北京下大雪了？对，还在下呢，飞机都不能飞了。你还在机场里？是，大家都在这儿等着呢。北京现在天气怎么样？33。你游得真好。谢谢，你游得也不错。我上大学时学的游泳，你呢？我从7岁就开始学了。女的什么时候开始学游泳的？33。你游得真好。谢谢，你游得也不错。我上大学时学的游泳，你呢？我从7岁就开始学了。女的什么时候开始学游泳的？34。你都做好菜了？是，米饭也快好了，准备吃饭吧。怎么今天下班这么早？公司事情不多，所以就早回来了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34。你都做好菜了？是，米饭也快好了，准备吃饭吧。怎么今天下班这么早？公司事情不多，所以就早回来了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35。这件衣服儿子穿怎么样？小了点儿，他比去年高了不少。那看看有没有大点儿的。别找了，下次和他一起来买吧。他们想给谁买衣服？35。这件衣服儿子穿怎么样？小了点儿，他比去年高了不少。那看看有没有大点儿的。别找了，下次和他一起来买吧。他们想给谁买衣服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